大家好，这是我们皇家会的库拉索芦荟地，大家看啊，库拉索芦荟地叫啊，大家都可以说，哎，你看苦不苦？大家看啊，我现在把库拉索芦荟先把头部切一下啊，大家看啊，切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皮跟肉之间马上会流出一个黄黄的，有没有看到啊？看一下，这个黄黄的是叫大黄薯啊，马上变黄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我方向啊稍微再朝下一点啊，这个大黄薯的话是有那个啊，因为这个大黄薯如果收集起来的话啊，那是很贵重的东西啊。然后呢，你如果要吃的话，把这个大黄薯处理好，处理好之后，它吃的就不苦了啊。你们看到啊，已经有黄黄的皮了。然后呢，我要吃的话，这个把它刀切一刀，点看啊。然后呢，就是这样，慢慢的吃，给它削一下啊，慢慢的吃，削一下，然后呢，把这个，然后想把这个皮啊。想吃就可以吃了啊，就这么吃。吃习惯了，他就不觉得什么啊。意思说，吃完了也可以吐头发啊。我家是芦荟，24年零49天。